杨幂教育王俊凯晚恋爱，网友为女儿争机会。11月25日 ，TFBOYS 王俊凯通过微博晒自拍帅照，以及手拿女神杨幂的亲笔签名，并承诺称我会听幂姐的话，晚点再恋爱的。照片中，王俊凯面带笑容，露出可爱的小虎牙，手拿杨幂的亲笔签名，签名上写道：“亲爱的大哥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晚点恋爱。”随后杨幂转发此微博，并做不高兴的表情俏皮回复称，幂姐说好的同龄人呢。微博曝光后引来一众网友的围观与调侃，其中有网友称幂幂是在给自己家小糯米争取时间呢，也有网友称人家是跟小糯米一辈的，没叫幂妈客气了，更有网友称少女已为人妻，却要少年晚些恋爱。两大段子手终于遇见了。